各位嘉宾，大家早上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这2021年度槟城线上路演中国站。Exactly,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back to our first ever Penang Virtual Roadshow to China 2021. 那刚刚呢，我们就进行过了那个所谓的刊物的推荐礼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这个知识分享，也是我们第一场的知识分享。这个主题呢，讲实在的，非常的吸引我，是国际安全旅行保险合作。因为说实在的，这个新冠疫情啊，这个就是让所有的朋友呢要出国啊，要去到不同的国家呢，都有很多的担忧。当然，国家跟国家之间也有很多的担忧。对，这一场的知识分享呢，首先我们要有请的是我们的主持人。今天呢，非常的荣幸邀请到的主持人是姚红小姐。在请她出来之前呢，我们先给她做个简单的介绍啊。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姚总啊。那姚总呢，是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商务会展产业委员会的副主席，同时呢，也是博越咨询中国北京有限公司 IME Consulting 董事副总经理。在会议策划呢，还有在管理上啊，是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真的很有经验哦。曾经策划的呢和管理的无数国际和国内的企业会议和协会的会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要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让我们以最愉悦的心一起来欢迎主持人姚红女士，有请姚总。Let's welcome our moderator for this first ever knowledge session, Ms. Alicia Yeoh, the Vice Chairman of the China Business Event Industry Committee.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 us put our stage. Coming back to our stage, Ms. Alicia Yeoh. 让我们一起来请出姚总，有请姚总。大家好。把时间交给您。嗨，姚总。好，你好。你好。您就可以开始了。可以，谢谢。很高兴成为马来西亚槟州会展局中国路演活动的知识分享会主持人。我来自北京，现在我们在进行槟州和北京的一个对话。大家知道，新冠疫情之后，世界经济重启的关键在于各国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复苏。这往往伴随着商会、协会、企业会员的商务旅行的跨国流动。跨国出行频次的增加对疫情防控产生压力，输入性偶发病例增多，可见世界经济重启稳步与否的关键之一在于国际商务旅行的防疫安全保证。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讨重启国际商务旅行和会展活动的最佳解决方案。今天我们的讨论的主题是国际安全旅行保险合作。首先让我介绍一下今天出席我们此次知识分享会的讲演嘉宾，他们是马来西亚槟州旅游与创意经济委员会主席杨顺兴先生，欢迎您杨先生。还有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培训总监、中保汇捷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洋先生，欢迎您。还有来自中国民用机场协会副秘书长素继成先生，欢迎您。另外我们还有一位国际机构的代表，来自国际 SOS 大中华区合作伙伴关系总监吴晓敏女士，欢迎您。好，感谢各位嘉宾的出席。最近印度新冠疫情恶化，给东南亚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一波的冲击。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担心的那样，印度的第二波疫情已经蔓延到其他邻国，整个东南亚地区都陷入了危机之中。印度疫情的大爆发使我们对全球的疫情预判从乐观又转向了悲观，这再次证明了世界经济重启稳步与否的关键之一在于国际旅行、商务旅行的防疫安全保障。首先，今天我们邀请第一位讲演嘉宾，
马来西亚宾州旅游与创意经济委员会主席杨世新先生。杨主席是马来西亚宾州旅游与创意经济委员会的主席，掌管旅游与创意经济事务，拥有法律系背景，曾于2020年及2014年分别荣获马来西亚最具影响力旅游业领导人与创意奖，以及马来西亚十大杰出青年奖。杨先生也曾于2015年担任宾州汉望一带一路东盟经济共同体论坛大会主席，他目前致力于重启旅游业，执行宾州旅游大蓝图，以及推广创意经济领域，为创意和旅游行业注入经济活力。下面有请杨世新主席，他的发言题目是宾州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旅行防疫标准操作程序，有请杨主席。大家早上好，我们的主持人姚红女士您好，以及各位嘉宾们大家早上好。我这里来自槟城，我今天在这里非常与大家在这个网上见面，跟大家分享我们马来西亚槟城州如何为我们的这个旅客提供更好的旅行防疫标准操作程序。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口中所说的 SOP 了。这个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球经济都遭受到非常巨大的影响，当然其中包括这个旅游业，因为旅游是游客前往其他国家体验当地人文风情的一种活动。但是随着许多国家实施封国措施对抗和这个限制这个病毒蔓延，体验式的旅游活动的包括这个商务旅游活动呢，都受到这个限制。从去年到今天，马来西亚已经实施各级别的行动管制令，限制国际旅游，限制国人出门，也包括限制这个外国人进来旅游，并且对各领域活动包括国内旅游活动施加非常严格的这个防疫措施。这导致我们原本计划的这个一系列的活动都被迫停止，如实施这个体验槟城旅游年2020旅游年计划的，还有这个开拓新的直飞航班，以及举办各项大型实体活动呢，都被迫展延。我本人身为马来西亚槟城州旅游及创意经济事务部长呢，我有义务以及责任领导槟城州旅游经济摆脱这场危机，并将影响力呢减至最低。因此我们槟城州政府呢迅速开拓以及实施有效的应对措施，以控制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传播。马来西亚，我们这个槟城州是马来西亚首个推出这个防疫标准作业程序认证以及槟城负责任旅游活动的这个州属。这谈到这个防疫标准作业程序认证呢，这个主要呢是针对这个旅游业。我们这项旅游业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认证呢，是在2020年7月时候推出，主要是提高游客到访槟城州的信心。这项计划的宗旨强调安全和卫生的重要性，长期以来可为槟城旅游业呢注入这个信心，游客对槟城州旅游产品呢这个防疫的信任。在此计划之下呢，我们槟城这个槟城州的卫生局和执法单位，包括这地方政府呢，将前往旅游景点和场所进行这个防疫标准审核，包括这个酒店、购物广场等等地点，以评估这些场所的防疫程序以及指南是否符合所有严格的卫生以及安全标准作业程序。而如果达标的这个业者呢，将获得我们官方颁发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认证。这个认证可以在这个酒店呢，或者购物广场以及各项旅游景点内展示，并可以使用在这个业者的广告以及市场营销素材里面。与此同时，负责任旅游这项醒觉运动呢，也与这个
防疫标准作业程序认证的一同推出，作为宣导教育旅游业者、酒店业者各个单位以及公众履行各自职责，提倡遵守防疫条例，以确保槟城以及大家的安全。这项负责任旅游运动也采用了大规模的广告以及公关措施，包括线上和线下平台传播重要防疫信息，例如保持这个社交距离、穿戴口罩以及勤洗手等等措施。通过这项运动呢，我们将槟城定位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旅游目的地，并希望能够在马来西亚这个国际边界开放之后呢，槟城州能够成为国际游客到访的首选目标、首选目的地。此外，我们也制定了槟城州旅游大蓝图2021年到这个2030年。在国际边界全面开放之前，我们先捷足先登，拟定相关的策略，引领槟城这个旅游业呢，能够希望再创高峰，把握时机，我们希望能够将危机转为商机，依照这个大蓝图为槟城州的旅游业设造更具弹性以及可持续性的未来。槟州政府也通过我们槟州会展局发布了马来西亚第一个商业活动新常态指南，这个 SOP， 以做好准备迎接我们这个商业活动，包括这个会议奖励啊、讨论会啊、这个展览、这个卖市活动，这是由我们州内29个相关单位联手发布的指南呢，解析了这个新常态下的商务活动模式，提供这个举办商业活动的模式作为参考，也通过我们槟城州负责任旅游的这个醒觉的形式呢，来举办各项这个商业活动。这项指南也是经过我们槟城州的这个卫生局的批准，并且将定时依据这个国家安全理事会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进行这个更新，同时也能够以这个机场啊、港口呢等等的标准作业程序呢，这个相互的配合。谈到这里，也来我们也提这个，谈到这个机场啊，其实在这个疫情之前，我们槟州政府呢，在这个新冠肺炎来袭之前，我们已经和多家航空公司呢策划这个来回槟城的国际直飞航班，特别是中国方面呢，我们其实槟城已经谈了这个槟城跟上海之间的直飞，还有在之前深圳也是直飞，我们也谈这个成都，也包括这个东北地区的一些的直飞的航班，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我们目前这些航班计划都被迫这个暂缘，但槟州政府呢，我们不会让疫情阻扰我们的这个策划以及这个未来的方针啊，我们目前仍然与这些航空公司呢保持这个紧密的联系，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个疫情解除之后呢，马上给落实这些航班。另外方面呢，槟州政府也正在探讨商业活动特别安排的一种的可行性。这些特别安排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为这个指定的航班乘客呢提供这个特定的这个入境程序，甚至安排这特定的这个交通工具，再送这个商业活动的这个代表来回这个机场以及来回这个活动的地点。同时我们计划让槟城这个国际机场的这个核酸检测柜台呢，为所有出席商务活动参加者呢进行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检测，规定所有参加者检测报告阴性之后呢才可入境。当然我们这些目前都是还在这个探讨这个阶段呢，因为毕竟这个整个的这个新冠肺炎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情况还是非常的不稳定。除此之外，我们槟州政府呢也正在收集这个相关资讯以及这个数据，向我们这个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建议呢，让旅游业者优先接种这个新冠病毒这个疫苗，提升这个旅游业的卫生条件，让旅客们可以安心的观光我们槟城州。我们也将持续敦促这个旅游业者呢时刻遵守这个防疫标准作业程序，定时洗手消毒，来这个对抗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传播链。简单的说，我们这个防疫标准作业程序的强度呢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关键，因为唯有在这个严格遵守以及自行对抗新冠病毒的防疫指南呢，才能够让旅游业这个复苏经济，复苏这个疫情之前游客们体验式的这个旅游活动，让我们这个全球的旅游业都能够迅速注意疫情之后新常态的经济魅力以及华丽。所以我的这个分享就到此，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 YB 啊，谢谢杨主席。感谢杨主席刚才的发言。其实呢，国际安全旅行的管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目的地的防疫接待服务的管理，另一个就是出行者，即出入境旅行者的防疫健康管理。刚刚杨主席介绍了槟州的目的地，来推广负责任的旅游和来推广防疫达标认证，这些防疫达标认证的单位都，我们希望都能够成为中国的会讲团今后在开启市场之后能成为我们的指定的接待社、指定的接待酒店、指定的接待会议中心，这样使我们所有的这个活动的买家和活动的组织者放心安心。这是我们这一年来在我们接触的所有买家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感谢刚刚杨主席给我们的介绍。大家都知道全球旅游防疫保险和全球旅行医疗保险等都离不开保险行业的管理，充分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这需要保险行业的创新以及与健康码管理机构的跨界合作，特别是与国际再保险公司的合作，对旅行者提供24小时的实时保险追溯服务。在政府的社会管理基础上，充分发挥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功能。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保险是社会经济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成熟的体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稳定器。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呢，保险是最好的风险管理之一。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培训总监、中保汇捷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洋先生发言。刘洋先生呢，曾任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大型活动处副处长、城市形象和市场推广处副处长。自调入保险协会之后呢，积极参与保险行业的创新，主编以及参与编写了《中国农业保险通则》《责任保险承保实务汇编》《125责任保险发展报告》《2018年保险科技发展报告》《2019年中国保险社会责任报告》《财产保险承保理赔实务》。他还兼任中国农业大学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咨询委员、中国保险书画研究院美术家专委会秘书长。下面有请刘洋先生，他的发言题目是保险在国际安全旅行的重要作用。有请刘先生。谢谢姚主席，各位嘉宾好，非常高兴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做这个交流。那么作为原来旅游行业的一个老兵，我今天呢非常高兴能跟我的同行在这个平台上进一步的就风险旅游行中的风险管理这个话题做交流。那么我想呢，作为非保险行业的听众，我今天主要来讲的呢，其实核心在一点，希望大家能够更充分的意识到保险在安全和负责任旅行当中的重要的一个作用。可以这么说，保险呢，应该说很通俗的来讲，它实际上应该是转移我们身边的风险。一旦发生意外，我们就会造成一些经济方面的损失，保险恰恰是为了减少这种损失而诞生的。它的主要功能呢，包括抵御疾病、意外、医疗，还有等等养老以及在我们其他情况下所造成的财务损失。
保险业可能是跟旅游业一样，是一个关联度非常高的这么一个行业。也许除了旅游业之外，可以这么说，整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所存在的所有风险管理，保险都能够发挥作用。保险具有分配事故损失的财务安排，其实上从法律角度来看呢，保险是一种契约行为，是一方当事人同意赔偿另一方当事人损失的这样的一种契约安排。那么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它是社会经济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保险代表着一种社会管理的成熟制度，它应该成为我们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一种稳定器。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保险更是一种风险管理的方法。那么对于国际旅行来讲，保险的作用那么就非常重要了。国际旅行保险应该说是专门针对在国际商务交往旅行中所涉及的保险产品。除了我们所常谈到的出境，通常的出入境的这种大众性旅游之外，办理签证的必要保险之外，那么它的主要作用还包括呢，保证在整个旅行全程当中的人身安全，如保证我们的商务旅行包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的意外都在保障范围之内，它也能保障被保险人的财产安全，如在旅行期间所携带的财产的损失、遗失、被抢、被盗，保险公司都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且赔偿相关的保险金，还能协助我们的投保人补办相关的证件，以及提供其他额外的支持。在国外的旅行期间，如果因意外的事故受伤或者生病，保险公司会承担相关的保险责任。如果有需要，保险公司还会将被保险人运送回国，并且承担相关的费用。发生不幸之后，保险公司还会提供相关的葬丧费用以及将遗体运返回国的费用。如果被保险人因为天气故障等原因导致的航班延误，保险公司会对被保险人提供一定的补偿，而这个原因所导致的旅程的延误，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特别是在中国，已经成为大众所接受的一个普遍的一项保险保障的产品和服务。那么航疫险在我们国家来讲，应该说是一个被广泛来接受的，并且在各大 OTA 平台上销售状况非常良好的一个险种。那么国际旅行保险呢，从走出国门到回国的全过程应该说提供全面的一个保障，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来讲应该是提供24小时的援助服务还有咨询服务。从这点来讲，今天所参加的嘉宾中 SOS 可以说天然的和我们的保险是有结合的。那么作为一个旅行者来讲，在购买时呢，应该按照自己的旅程来选择保障的期限。如果购买保险后遇到了所谓签证国的拒签，也可以退还相关的保险。那么也就是说，无论这种旅行还是商务出差等等，都可以有保险发挥空间的余地。可以这么说，保险实际上在我们的商务旅行者来讲，它应该成为我们旅行活动中的空气和水，是必不可少的。在后疫情时代呢，我觉得国际的旅行呢更需要保险的一个助力。首先呢，商务旅行的恢复前景可以说仍然不明朗，虽然对于大众旅游休闲的意愿有所提升，在这一点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印证。尤其过去的五一来讲，旅游的人数激增，但是由于国际间的出入境的并不畅通，人们对出入境来讲并没见到起色。但是在以中国为例，由于人们对政府所采取的卫生和防控措施充满信心，因此对于大众来讲，国内旅游应该说恢复到了以前的一个水平。那么国际旅游来讲，这需要政府之间的通力合作，特别是要保障目的地所在地的一个防控疫情的安全。刚才马来西亚旅游局的先生已经提出来，那么我也看到了，很高兴看到他们采取了相关的这种保障措施，来保障旅行者和商务人士的这种安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那么相比休闲游来讲，商务旅行来讲应该是刚性更高，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和疫情后，商务旅行的出差注定不会像疫情以前那么繁忙了。但是呢，视频和远程协作相关的工具解决了我们对于会议的一些安排。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经验得到从历史上呢所发生过去得到我们的一些经验，就是经济在衰退结束之后，
国际商务旅行的恢复速度相比大众休闲旅游它肯定会慢不少，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不可恢复。我想区域内和国内商务旅行可能会先反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产生一些新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之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尽管它不能恢复到像2019年以前的水平，但是我想它会呈现出一种缓慢的稳定的上升态势。后疫情时代的旅游的方式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特别保险对于保障诸如我们旅游行业原来所看到的商务会展类的商务旅行，总体的总量在世界上来讲会有微缩，但是随着疫情，人们跟疫情的这种长期相处以及防控措施的进一步到位，随着会展类商务活动的逐渐恢复，保险对于保障这样的活动会有积极的意义。在整个现在国内的大型会展和商务的这种会展之中，保险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保险已经成为所有举办商务会展活动的举办方必不可少的一个风好，现在看来，刘洋总那边有点卡，我们继续看他能不能继续算上来。哎，好，刘洋总，请继续。好，我想呢，这个保险呢还可以助力这个旅游企业和商务企业提升客户服务的满意度。如果你为你的客人提供一份保障非常完善的保险，那如果遇到突发情况，那么相关的救援服务都能到位的话，无疑会对你整个企业提升你的一个品牌美誉度会有极大的帮助。另外一个也要提到，要充分发挥国际再保险的一个作用，构建全球新的多层次的风险分散体系。那么对于普通的一个商务旅行者和消费者来讲呢，我想如何选择和使用国际保险呢，也有些提示性的小要点。那么第一呢，要看一下有几个关键要素，不要只图价格方面的一个便宜，要看紧急援助合作的对象。保险公司具有紧急境外援助功能的产品十分重要，旅行者可以通过比较不同公司的产品，看看是否能提供境外紧急救援的合作伙伴，并且合作伙伴的实力以及全球分布的网点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另外还要看一看呢，是否有先行垫付的医疗费用。有些很多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中都突破了消费者先行垫付的这么一个障碍。保险公司现在很多保险公司通过救援机构、合作机构，它可以先行支付相关的医疗费用，待返回国内之后，保险公司再进行结算。另外一个呢，要选择合适自己的一个保额。每个人的经济条件和商务和每家公司对于员工雇员提供的这种保险条件都不尽相同，所以呢，大家在这个选择产品的时候，也要注意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额。第四，特别是要看清免责条款。所谓的免责条款就是服务不在承保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在这个超出条款之外的保险公司是不需要赔付的。比如说有些条款规定了被保险人进行的一些高危活动是免赔的，那么以上项目就不在保障范围之内。另外呢，对于一些保险的术语，保险条款中所说的意外是指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并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认为的意外，比如说猝死、中暑等，它是不属于意外伤害的，也就不在保障范围之内。那么对于投保的途径，我们建议所有的人应该是通过保险公司的官网或者它的门店去进行购买，也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的官网的电话销售进行购买，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在有些国家，人们更通过信任的经纪人进行购买，投保人只需把自己的实际情况告诉经纪人，经纪人会为你来设计产品。那么通过电话购买来讲，在中国来讲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做法，因为它的费用比较低廉，也省去了中间环节，保险公司直接可以对客户进行提供服务。总之在理赔的时候也要注意，虽然我们不希望理赔，但是一旦发生了理赔情况，在我们购买保险单前，投保人应该看清所有的保险条款，保险最好自行购买，不要委托他人进行购买，要注意保险相关的期限等。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跟大家简单的把保险所具有一些科普类的一些知识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也希望保险能够在各国国际间的商务交往中的政府的防疫措施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也希望通过国际再保险，把保险公司的服务能够使我们商务旅行者享受到全球性的保险保障服务。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刘总的这个分享。刚刚刘总讲的主要是我们的国际安全旅行的另一部分，就是对出入境的旅游者怎么样保证他的防疫健康啊、这个的管理。当然这个保险是我们首先谈论的，因为不管是企业的会议或会讲旅游，或者是协会会议，出行者参与者都是企业的精英，可以说是企业的发展是依靠着他们，所以每一次出行，那公司和他个人都会比较重视，来购买这个旅行的这个保险，或者是国际医疗保险，来解决后顾之忧。所以这是疫情之后呢，使得各个单位、各个协会，或者是所有的这些企业家们也更重视了购买保险服务，来确保他旅行的安全。所以这是一点呢，我们也希望今后呢有更多的探讨，怎么有跨国的保险公司能够推出更新的、更有创新的保险形式。另外呢，是否能够和我们的这种国际健康码合作，一扫码，那我们的更多的信息就出来了，不是只有我们的核酸检测证明和疫苗是否注射疫苗的证明，而有更多的你的是买的什么样的险，是什么样的医疗险，万一出了事，我知道如何来给你提供服务。当然这是我们希望一手在卡能够解决我们所有国际出行人员的这个安全旅行的管理，这是我们的一个期望，但是也是希望更多的合作。大家也都知道新冠疫情的传播呢，往往与商务旅行的跨国流动的防疫控制相关，而控制跨国流动的防疫的第一道防线呢，就是民用机场的防疫管理。下面呢，我们就请中国民用机场协会副秘书长苏继成先生。苏继成先生呢，曾任中国民航总局培训中心主任、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现任中国民航机场协会副秘书长。特别是在疫情之后，本着共同参与、共同分享、共同成就的理念，积极参与全产业链的恢复和服务提升，不断更新观念，拓展跨界合作的能力，制定和推广通用机场团体标准建设，促进行业的发展。他的发言题目是机场防疫，国际安全旅行的第一道防线。下面我们有请苏秘书长发言，有请。谢谢主持人姚红主席，尊敬的姚主席、杨议员、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感谢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组织本次对话，本人也很荣幸收到邀请参加。当前世界经济面临重启，而重启的关键在于各国生产以及相互交流的恢复和复苏。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这也同时意味着跨国出行频次的增加，出入性偶发病例随之增多，疫情防护压力持续增大。特别是近期印度疫情发病人数居高不下，发病趋势仍具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因此这次国际安全旅行保险合作对话非常有现实意义。刚才几位嘉宾的发言也给我很多启示，借此机会我向大家做以下分享。首先呢，我介绍一下中国民用机场协会的概况。中国民用机场协会呢，是以中国民用机场为主体，由全国民用机场相关企事业法人单位和
社会和社团法人自愿结成的全国性、行业性、非盈利性社会组织，于2006年经国家民政部核准登记注册成立，在业务上呢接受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指导和监督。2016年被国家民政部评为 4A 级的全国性社会组织。自成立以来，机长协会始终以服务会员为宗旨，坚持共同参与、共同分享、共同成就的岗位方针，为搭建政府与企业的桥梁纽带，强化行业自律，维护会员权益，促进国际交往与合作积极发挥作用，努力构建符合新时期民航强国发展要求的学习研究型、创新服务型、协同发展型的行业社会组织，助力中国民航高速质量发展。截至目前，机长协会现有机场安全安保、机场运行指挥、机场服务质量、信息智能等16个专业委员会，公务航空分会、航空物流两个分会，会员单位464家，其中机场及机场集团会员单位276家，民航科研院校所以及民航相关企事业单位会员188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机场协会积极参与抗疫工作情况及民航机场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技术指南团体标准的相关情况。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机长协会坚决贯彻落实中国政府的防疫部署和民航局的要求，发挥行业协会的资源优势和职能作用，在民航局相关司局、中国疾控中心、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市疾控中心等单位的大力指导支持下，主动对接国家标准委、国家团体标准管理平台等单位，及时掌握国家对于疫情防控的最新政策和有关标准。在此基础上，协会积极协调机场医疗救护专业委员会，认真总结各地机场疫情防控好的经验和做法，以及成功有效的协调机制，组织编写适用于中国民用机场的疫情常态化防控团体标准。2020年6月5日，由首都机场集团、湖北机场集团、黑龙江机场集团等单位共同编制的行业首部新冠疫情防控团体标准指南，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发布，并通过机场协会官网网站及公众号进行了广泛宣传。业内外专家一致认为，指南的发布推广填补了中国机场行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标准的空白，对民航局发布的运输航空公司机场疫情防控技术指南等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更有效细化分解，对指导机场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物流航运恢复重要的辅助作用。随着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持续进行推进，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要求下，作为国家和区域防护承担着艰巨的防控责任，同时更加凸显出指南团体标准的重要性。为加强指南的推广应用力度，让民用机场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有据可依、落地见效、发挥作用，机场协会重点做了以下工作。一，2020年6月19日指南正式发布后，在机场协会和医疗专委会的共同努力下，国内医学权威杂志《中华航空航天医学杂志》全文刊登了指南内容，大力推荐宣传民用机场行业常态化防疫经验。二，2020年7月8日，由中国机场协会主办、
中国民用机场协会医疗专委员会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医救中心急救中心在指南线上相关培训会，标准主编人员对指南总体框架、具体条款、附录内容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在线解答相关问题。全国各地机场近200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会，反应热烈。第三，在民航局大力支持下，机场协会主动与国际机场协会 ACI 对接，希望指南在参与疫情防控、国际交流、分享中国机场抗疫经验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2020年8月，机场协会致函国际机场协会 ACI 亚太地区办事处，向其提供指南团体标准英文版，得到了国际机场协会 ACI 专家们的充分认可，并在2021年1月20日，国际机场协会 ACI 官方网站正式刊登指南全文。结合当前疫情发展态势，机场协会拟于在2021年度开展基于指南的中国民用机场公共区域卫生防疫认证审核工作，协助会员单位进一步建立健全防疫标准化工作进程，形成常态化防疫管理方案，提升常态化防疫抗疫能力，向公众展示好良好的卫生防疫环境，增强广大旅客出差旅行安全感，同时以长效的认证机制代替短期的项目执行，可以有效增强公共卫生防疫管理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为降低政府公共管理的成本和风险，形成市场化监督管理模式，起到示范作用。我们感到要实现跨国商务旅行，使民众流动起来，首先要保证旅途的安全，自身的健康。基于新冠疫情在部分国家仍连续每天数万人的发病，这样给周边国家的防控带来压力，任务更加繁重。面对这种情况，更需要各国各地区携手共同采取更为有效的防控措施，确保商务人士旅行安全。我们认为共商共益安全旅行保险合作来促进商务旅行流动起来，不妨是一种积极的探索。这将取决于所有参与方都能积极联动，严格遵守防疫要求。下一步，机场协会将在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的统一协调之下，与马来西亚槟城州槟城会展局、厦门商务局以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等单位积极探讨相互合作、防疫标准制定、项目洽谈、宣贯培训等方面发挥我们社团组织的应有作用。相信在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国际旅游业一定能够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早日恢复元气，并取得更大更好的发展。谢谢大家。好，感谢苏秘书长的分享。刚刚苏秘书长真正很详细的介绍了机场协会制定的这个机场特别是防疫标准的这个制定和落实。我们都知道旅行的六大的元素，那就是吃住行游购娱，而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旅行的出入境都是需要通过机场和机场的服务，所以这个机场的防疫的管理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也希望在这六大元素的行业中都能够向我们机场行业协会呢学习，能够为自己的行业真正出台我们真正帮助整个行业重启和恢复的标准化服务，特别是防疫标准。这是我们相互学习，而且是能够保证所有的出行者，不管是会讲团还是协会会议，都能够所有参与者参加者都能得到很好的一个服务环境，
健康的高高兴兴的去，健健康康的回，这是我们所有组织方的一个心愿。好，再次感谢苏秘书长的发言。大家知道呢，国际 SOS 集团致力于挽救生命，保护企业及组织的全球员工免受健康与安全的威胁。它的总部呢位于伦敦和新加坡，得到12000家企业及组织的广泛的信赖，其中覆盖了大部分全球财富500强的企业、中型企业、政府、教育机构与非政府组织，具有12000名跨文化、医疗、差旅安全及后勤专家，能够为全球90个国家、1000多个地区提供365天、24小时的全天候服务。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国际 SOS 大中华区合作伙伴关系总监吴晓敏女士参加我们的讨论。吴晓敏女士呢，目前担任国际 SOS 大中华区合作伙伴关系总监，负责支持建立和维护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包含保险经纪、保险公司和商会与协会等。吴女士呢，在保险经纪行业呢积累了多年的工作经验，在企业全方位的风险管理方面呢具有非常丰富的专业知识，特别是在走出去中资企业的全球运营需求这方面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吴女士呢具有英国威尔士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加入国际 SOS 之前呢，她曾任 TMF 集团担任中资走出去企业的业务总监。吴女士目前呢主要是面向重点跨国企业客户的管理和新业务拓展的工作。好，下面我们有请国际 SOS 国际大中华区合作伙伴关系总监吴晓敏女士，有请。她的发言题目是 AOK Pass 为国际安全差旅赋能。谢谢饶主席，感谢各位嘉宾及在线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参加受邀今日的马来西亚槟城的线上路演。我是国际 SS 的吴晓敏。那今日的话，我们也通过这次的路演，想借此向大家分享 AOK Pass 为国际安全赋能。那我们也会展现我们的 PPT。谢谢。能看到吗？好的，谢谢。2020疫情问世以来，为重返国际差旅及全球化商业运营带来了一丝曙光。但重启国际出行的关键前提下，必须我们要有一个安全、可靠、适用率高且受到多数国家认可的数字化健康凭证。在这个背景下，国际 SS 通过自身的核心能力和资源，受 AOK Pass 的邀请，与国际商会 ICC 和瑞士的 SGS 在2020年5月份向全球市场推行了一款最新型的 AOK Pass。AOK Pass 相关于个人的医疗信息，那就是说用户信息可存储在这个个人信息平台上，可以控制自己的医疗信息。该用程序由新加坡的初创公司 AOK Pass 和 Parlin 共同开发，首次使用先进的区域化的这个区块技术，以确保用户完全控制新冠肺炎医疗合规状态的点对点的分享，帮助使用者。如果例如企业的员工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情况下，对接经过国际 SS 认证的检测机构和疫苗的接种机构，能够高效可靠的验证包括新冠的检测、疫苗接种的数据，从而帮助人们和人员进行更合理、安全、更快速的恢复商业活动或者重启国际差旅的这样一个行为。AOK Pass 的问世是通过几家来自不同产业和机构的企业和组织，包括 AOK Pass 公司、国际商会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国际 SOS 和 SGS 共同的推动。国际商会代表100多个国家地区、4500万家非盈利、独立和全球商业机构，
在业内拥有独特的地位，通过 ICC 推动下，旨在帮助更多的企业及海外人员对于 AOK Pass 平台的采用，扩大该系统的落地跟实践功能。下一页，谢谢。国际 SOS 成立于1985年以来，主要核心为企业的员工提供全球医疗援助和安全风险的解决方案。之前我们这边保险的杨主任也提到过，这个商旅的这个旅行，商业旅行，我们正在不断的在推广，可能也会更前期的会我们开放这个商业旅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国际 SOS 在商业旅行中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自国际 SOS 成立以来，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搭建起超过91000多家由我们专业团队执行专业评估和认证的医疗服务机构网络，获得了70%的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世界卫生组织和政府的信任。国际 SOS 通过自身的医疗专业能力，在全球搭建起最完整、覆盖最广，并通过专业认证的医疗服务商体系，以及对企业机构对于医疗服务要求的深入理解，将全力支持 AOK Pass 端到端的服务以及在产业链推动的全球覆盖。下一页，谢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界面，AOK Pass 的界面，其实我们在跟中国现在在使用的健康码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所以我们可以能够看到，AOK Pass 的使用流程相对比较简单而且直观。下一页，谢谢。其实借这个机会，我们也希望能够替大家去做一个分享。那这款 AOK Pass 最主要的优势是体现于该款产品逐步实现许多国家的认可和应用于不同产业界不同的使用场景。那这也是我们其中助力于这个商业差旅进一步推动的一个有力的抓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以保护个人的敏感信息，其实这一点在整个的行业上来讲或者平台上来讲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符合包含 GDPR 等各个国家地区严格的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和要求。第二点，我们采用区域块的技术，通过安全准确认证跟验证数据的技术，国际 SOS 在全球搭建的各个新冠检测实验室和各国疫苗接种地点的数据，在用户使用时验证相关数据和报告。第三点，满足所有的使用者，包含没有智能设备的人也可以通过打印版的二维码实现验证。请问我的声音现在清晰吗？现在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因为现在反映到我的声音不清晰。好的，谢谢。第四点，数据集成技术，免去数据或报告提供商调整其汇报数据的形式以及数据信息储存的方式，以便于相关技术达成互联互通的目标。第五点，报告基于证书的框架，得以应用于各种不同的使用场合，例如边境管控、大型国际会议、赛事会议人员的管理、员工复工复产复岗的凭证等等。所以相对比较的话，AOK Pass 的一个关键优势是在于企业给它更完整的这个海外风险，同时进入到这个海外风险的这个风险管理机制，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重大的优势。下一个，谢谢。大家可以看到 AOK Pass 是全球多国健康通行操作和互相标准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者。当然 AOK Pass 越来越多的更多的企业国家更多的参与到当中，做了很多的认可。那所以我们能看到，我们重启高流量人群的人高流量这个人数的出行的多边跨领域的工作者，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区域。同时呢，我们也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电子证明技术小组和 ISO 数据健康标准的215计划当中。那同时我们也协助了政府建立了监管机制。下一页，谢谢。
AOK Pass 的实际应用当中，它涉及了12国家启动的部署工作，并快速的落地阶段。我们呢可以看到，我们涉及到的这个行业当中，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多，包括航运产业，包括新冠疫苗及接种，还有新加坡的移民监察站管理局、航空出行、国家试点。那基于现在的这些我们的一些落地阶段，其实我们还不断的在研发和各个不同领域的合作当中。下一页，谢谢。好，那我们也真真切切给大家带来一些案例啊，做了一个最前面的分享。我们成功的在海上做了试点，新加坡到泰国的这个路线，大家可以看到 PTTEP 和泰国宋卡港当局核实的员工的 AOK Pass 二维码证明，并同意我们在抵达泰国时减少了6天的检疫期，减少了钻井的天数。那从这个案例上我们能看到，无论是从政府的职能部门包括企业，我们同时简化了流程的同时，那我们也让这个企业能够复工复产，更多的这个角度上进行它的最大化产能。下一页，谢谢。另外一个案例就是 AOK Pass 的疫苗试点，包括世卫组织和赛诺菲的这样的一个实际案例。那世界组织这个联合会，我们进入到他们的需求是核实疫苗和疫苗接种的文件，所以呢这个我们的测试实施于全球疫苗和疫苗接种的认证技术，试点在于世界卫生组织部的日内瓦。另外一个就是 Sanofi， 我们跟这个世界上悠久的规模最大的疫苗开发商和制造商，也是新冠疫苗的领先候选者，进行了一个直接合作。那客户的需求在于全球范围内进行可测试的数字化疫苗认证，以打击危及生命的欺骗和欺诈行为。那我们也有效地帮助企业去做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防范。下一页，谢谢。我们在国际的旅行和差旅方面，与法国机场经营服务机构 ADP 集团合作，在旧金山、洛杉矶、戴高乐机场等航线推进 AOK 的 Pass 的应用。那我们也不断地在递进我们跟航空领域的这个更高效的一些合作当中。下一页，在目前 OK Pass 现有的合作伙伴可触及全球140多个机场，有助于进一步的推动扩大的应用。在国际 SOS 的这个共同的推进当中，我们的服务不光是 AOK Pass， 还有包括国际 SOS， 我们的服务全部都延伸到全球的服务网络当中。下一页，谢谢。接下来我们能看到 AOK Pass 将进一步推大和推进到大流量的航线中。在得到香港政府和香港国际机场大力支持， AOK Pass 将进一步在国际机场进行测试。目前测试阶段，香港当地28个经政府批准的化验室加入到了认证名单，相关对接已经到位。在未来和即将拓展的部分，包括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法国戴高乐和罗马机场。下一页，谢谢。大家能够看到，全球的各行业参与到 AOK Pass 主要的这个企业机构合作渠道的网络慢慢的在加强在扩大，所以 OK Pass 接下来将持续与国际 SOS 一起，与更多的企业机构、产业和国家层面进行推进。好的，以上是国际 SOS 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这个担任着全球的在疫情方面的这种急救和管理。刚刚呢吴女士已经讲了很多的实例，我们特别是疫情之下，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同的协会、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国际管理机构能够联合一起来创新和合作、跨界合作，这是我们今后要继续探讨的。时间过得很快，
一个小时的交流时间马上就结束了，我们已经超时了。但是我们的感觉好像我们的讨论才刚刚开始。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希望我们的讨论呢可以引起全行业的关注，积极呢参与国际安全旅行保险合作的这个跨界协同与合作的讨论，找出一个国际安全旅行最佳解决方案，来确保世界经济的复苏。我们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和听众的参与，也希望马来西亚、槟州和中国可以建立起一个行业的对话机制，为两国间的国际安全旅行促进会议会讲的交流与发展而共同努力。好，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下次见，谢谢。好的，非常的感谢呢，姚红女士，刚刚的姚总呢给我们做的这个分享，非常的感谢她。而且我看到很多的嘉宾朋友的分享呢，都非常的有帮助，对于很多的一些企业啊，包括是马来西亚的朋友啊，槟城的朋友呢，跟中国的朋友的这个对接上呢，都可以有很大的帮助的。对，很感谢各位嘉宾们 ，Thank you so much to all our panelists for your wonderful sharing just now, and of course, thank you so much to our moderator, Miss Alicia Yeoh, the Vice Chairman of the China Business Events Industry Committee.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time for us to move on over to the Knowledge Hub in a very short while. Yeah, just move on over to the Knowledge Hub in a short while, as we'll be presenting a very, very special presentation with the title Penang Meetings of the Future. Don't forget to join us at the Knowledge Hub for the product presentation at 12 p.m. to 1 p.m. 是，我们接下来呢要请所有的嘉宾朋友呢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知识库，就在那个网站上面呢，你可以点击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那个 Knowledge Hub 那边呢，你就可以呢去参与我们的这个品牌的推介礼。那我们这次的品牌推介礼啊，这个呢就是在12点钟戴维会进行的品牌推介礼呢，是槟城会议的现在与未来，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会在12点钟一直进行到1点钟左右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现在马上赶快移步到我们的知识库，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品牌推介礼。Those of you who are at our live hall right now, don't forget to explore around, enjoy your meeting, and of course, don't forget to make some new friends and network around with our friends all the way from China. And to our Chinese friend, 欢迎来到槟城, make sure you make good contact and good business with us. 好，我们待会看明天，可能待会还是明天，我们再见。明天再见吧。好，明天再见。Bye. 好，赶快移步。嗯。Actually, it's only 10 minutes of the video.